到桃园看看积极推动的智慧城市，市长郑文灿分享啊 ，Open Data 的平台建制，将桃园资料开放，透过服务汇流的平台，提供民众使用，增加生活便利性。有什么可以帮您服务的？我要办育儿津贴。对机器人提出问题，立即获得解决方案。持市民卡、智慧手环，就能到超商购物，搭乘大众运输，自动扣款。现在已经。这个非常多社区哦，使用我们的市民卡。桃园积极迈向智慧城市，市府资料开放平台104年完成，目前已累积1435笔资料集。20号举办国际智慧城市座谈会，市长郑文灿亲自主持，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以及法国巴黎智慧城市官员等贵宾受邀出席，分享经验，互相交流。Open Data 不只是这个一堆杂乱无章的大数据，我们希望 Open Data 能够更有。友善，啊，能够整理得更清楚。那因此哦 ，Open Data 应该结合一些 API 的应用，让哦各种民间的应用更简单。那我想，资料是死的，但资料能够活用。才是有价值的。智慧城市已成全球发展趋势，未来政府资料开放比例将提高，内容多元化，平台使用界面人性化，让施政更有效率。三立新闻林宏宇桃园报道。